战况如何？为了克利瑟斯，为了阿塔雷克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这。好了，就到多面堡来见我。我们的力量让冤使者颤抖，鲜血与雷霆。你今天又制作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会感觉？为了任氏的荣耀，以统御者之名向前推进，跟猴行者下达命令。这些怪物是炎狱之主的手下，让他们粉身碎骨。我们的部队让冤猴为之震动。弟兄姐妹 ，Rooktor， 说吧，凡人。维拉斯躲在德斯莫泰隆，我们要拿下那里。然后召唤泽瑞奎斯。德拉卡，勇士，我想和你们一起走。你就是那个索尔，对吧？我听过你的名字，我们走吧。是个杰出的战士，德拉卡。战斗让我变得更强，听说你也一样。你战斗的本领是谁教的？是个人类，他想要一个斗士，但却造就了敌人。战况如何？只有强者才能生存，随时准备出战，力量从心而生。进攻了，不要放过他们。冤猴部队正在攻击我们的据点，解决他们。荒野猎者，向战场冲锋！飞上天吧，伙伴需要我们的协助。走，让他们见识锐魂推丝的力量。为了任氏的荣耀，力量经过霍尔加德要塞，泽瑞奎斯会掩护我们。
这里怎么有马卓萨斯的人？我会去王城那里，拜托请救救我的弟兄。敌人逼近了，黑尔雅，我们需要援军。怕了吗，马卓萨斯的家伙？炎狱之主可不会接受懦夫。维拉斯，你要为背叛克利瑟斯付出代价。接受我的强化吧，维拉斯，毕竟你寡不敌众。劳姆，发动攻击，让他们知道死灵领主的厉害。该除掉炎狱之主的旗子了。旗子？我黑尔雅才不是别人的旗子！别想忽略我，别想囚禁我！我的愤怒永远不会放过！随时准备出战，每一次精彩的战斗，来吧，高尔，我们来谈一谈。你知道了？我一见到你就知道你是谁了。难道你以为我认不出杜洛坦的眼睛吗？我死的时候你还是婴儿，告诉我，你长成什么样的人了？我曾经是部落的大酋长，还当过陶土议会的萨满。那是过去的你，现在的你呢？我不太确定，发生了好多事情，我不晓得接下来该往哪里走。那我有个建议，这不是以母亲的身份，而是身为相似灵魂给你的忠告。牢记过去的你，但也要以现在的你为傲。我曾经以为死亡就是结束，但身为马卓萨斯的战士后，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直到你一路走到这里，我很开心，而且我很确定你的旅途还很长。谢谢你，母亲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来吧，我还想知道更多事情，全部都想知道。马卓萨斯的将士们，请听我说，我们总算铲除了叛徒，现在我们务必重振失去的荣耀。天选者家族的德拉卡上前来，所有人听着，这位战士已在证明了他的价值，直到大限来临，我任命他为天选者家族的繁侯。起身吧，德拉卡，带领你的家族迈向胜利。需要帮忙吗？保证哦，女王祝福你。有事，动作快，我们得阻止统御者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
你别想骗过朱眼家族，不要轻易惹我。啊，凯尔萨斯，控罪者把你从笼子里放出来了。我不是任你使唤的宠物，你最好牢牢记住。我准备好了，我们是来猎杀金骏领主的，你这次可别又加入他们啊。我们来大闹一场。新朋友靠近一点。末日来临，不过我会奋战到底。全力保护王子，我们间谍无所不在，他终于有胆子见愤怒收割者了。我去别的地方找麻烦，我得安排妥当才行。瓦雪，你的罪孽深重，凭什么被分发到马卓萨斯？因为我的胜利也多到数不清，你有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在初代范希尔族诞生之后，戴纳瑟斯接受了另一种咒语，太好了，漂亮的事。他被打造成终极的渗透者，能让死亡的影响力深入到对手的界域中，甚至是活人的世界。尽管他们十分隐秘，但还是在一次行动中被发现了。圣光展开报复，他们炽热的愤怒降临瑞文崔斯，烧掉纳斯雷字母原本掌控的区块。击败纳鲁之后，石柱宗将把怒火倾泻在纳斯雷字母身上，责怪他们害死了他的孩子。马卓萨斯部队并没有赶来保护我们，于是石柱宗将造出十元魔军团，击退来犯的圣光。戴纳瑟斯出面制止了这场冲突，承诺会把他们放逐到暗影之境以外的世界。戴纳瑟斯并没有告诉我纳斯雷字母后来怎么了，是之后我才知道，凡人的灵魂将他们称之为金巨领主。我对英雄没什么好感。亲爱的石柱宗将，愤怒收割者任强一路啊，孩子，你最近还好吗？石之母，谢谢你的关心，我很好。还真了不起，尤其是在雷纳瑟被扔进渊喉，戴纳瑟斯砍了你的头以后，现身吧，渗透者。还是一样精明嘛，只不过我不是渗透者，我是诱饵。动手，抢走勋章，解决他们。我也只好听你说了。休想审判我！悲伤无济于事，用这个就能看穿纳斯雷兹姆的伪装。你的努力没有用的太远了。勋
章的收割者，你的愤怒已经大不如前了。我的愤怒要解决你们还绰绰有余。我之前居然会跟这些恶魔联手，那是后悔的意思吗？真不像你。继续拖延敌人，计划就快成功了。伊利丹的走狗安娜塞隆要我带他问好。我已经超过范围了，离得太远。行者，跟我来，其余的都回醉运城。我要拿回我的勋章，让马尔加尼斯枭首示众。你好，冤猴行者，你让我燃起一线希望。这不是活人该来的地方。我在很多新雕塑的罪孽石上看过你的名字。贝罗武器，保持警觉。瑞文崔斯屹立不摇。可悲的凡人，你们已经太迟了。趁还走得了的时候，快点离开。啊，暗影之境的救世主来了，你和我对抗。来吧，各位收割者，我们得召唤愤怒，来寻找愤怒。仇绝不能等，立刻出击。石云魔是我的孩子，凡事三思而行。
现身吧，马尔加尼斯！愤怒收割者，你那坚定的信念还真叫人怀念呢、啊。可惜他马上就要消失了。纳斯雷兹姆，把他的牙齿拔下来给我。在你顾着找回那个没用的勋章时，我们趁机夺走了真正的宝物，完全吸收了吴王精华的雷诺尼亚。我们的任务从来没有改变，万千年来，我们一直在无数的世界暗中执行主人的命令。燃烧军火，天谴军团阿古斯都是棋子，这是你们无法参透的棋局，而且就快结束了。收好你的勋章和领土吧，在主人真正的野心面前，这全都只是尘土。你呀、啊，要是有听话就好了。欢迎，我的患难之交。干旱、灵魂短缺，还有炎狱之主，全都有关联。我收割的英雄和恶徒数量不相上下，我们会再见面。勋章，范希尔终于能打造新的符印来取代戴纳瑟斯奉送给佐瓦尔的旧符印，但你还是得提高警觉，冤猴行者。重新现身的纳斯雷兹姆是个不祥的预兆。